我知他不捞你啊，消息是你们放的吧？我觉得你们俩就该早点分手，反正都不能长久，你不如让给我呀。陈华峰，你天天说守墓守墓，难道你要把姬峰这么好的工艺、这么多的瓷器都收进你的坟墓里去吗？你从一开始就在利用我，你还好意思说你爱我？ 威尔微型卫生巾，微型贴合，动态防漏。小妹。 你说，坐，你也不要太自责。 这两天先好好休息休息。你那个朋友不是来了吗？你们多出去走走，到处看看，散散心。三叔，我想搬出去住。我想好了。 姑姑那儿不是有一个一直闲置着的工作室吗？我搬过去也比较清静，可以专心的作词。好。 小心许曼。行，没问题。 哎，那这样，咱们明天谈完事儿以后，正好中午一块儿吃个饭啊！哎，别客气啊，我来定地方，马上发给你。行，哎，好，就那样啊，拜拜。
喂，你好，哎，帮我定一下明天中午12点四个人包间。哎，你帮我找一个位置好一点、安静点的啊。好嘞，嗯，谢谢。哎呀！柯岩，来，我来跟你说一下我们的日程安排啊。今天晚上8点，我们约了钱厂长，对吧？到时候跟他好好的摸摸底。我估计别的几家厂的厂长跟他想法都差不多，根据他的诉求，晚上回来我就能把合同全部拟出来。然后明天上午我约了一家，明天中午约了两家，然后吃个饭顺便啊。我刚才已经把饭局约好了，下午呢去见一下程局。目前晚上的时间线是空着的，你看，要不要去见一下马先生？虽然说疾控联盟现在解散了，但是之前咱们谈过合作，你觉得要不要继续跟进？你觉得呢？要不然你就去把陈小满追回来，你就不用这么难受了。现在事情都已经上正轨了，我一个人能扛下来的，没问题的，去追回来。几点了？7:10，晚上8点约了人。走吧，去哪儿啊？提早到，显得有诚意一点。你还好吧？啊？柯岩，哎，小满怎么没来啊？我听说啊，程大师好像不要他了。不要？那这算逐出师门啊？是不是魏彪？哎呀，别说了，干活。小满，你说平时他干活也挺好的呀，是吧？嗯。那个小满姐今天没来。哦。玉萍，哎，你帮我取一点猪面子过来啊。好。大叔，哎，大叔，不知道会怎么回事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俩没完了是吧？干活。气哄哄的，画风什么意思？他想干什么呀？还想把这个小满什么逐出师门？那小满不是你们老陈家人啊？弄个孩子在我这待着两天，跟个佛似的，连话也不说，我以为能好点呢，不行我就找他。哎，行了，他那个心脏，你觉得他死了这事儿就解决了？我就觉得小满他可怜，那咱们不都得护着他点吗？小满既然选择做这一行，这也是他们师徒俩不得不过的这道坎，谁也帮不了。这
这事儿你应该明白呀。辛苦您了。没事，别客气。谢谢啊。你看，转过去了。好的，收到了，老板。好，辛苦啊。好，拜拜。小满，搬家公司正好有活动，他给咱们打了折，2600。大件我都收拾的差不多了，一会儿小的东西我帮你收啊。这天儿也挺热的，我看冰箱里什么都没有，要不咱们去趟超市，把冰箱给它填满了。那我可以进屋里帮你把箱子打开。嗯，我等会儿过去帮忙。哦。怎么着？人家分手了，你又动心思了？我有自己的事儿。你最好是有点你自己的事儿。你要实在闲的话，你张叔叔那儿有好多事儿等着呢，你去搭把手，干点正事儿。听见没有啊？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妈，听说我姐最近在你那个工作室。就是闷着头做词，话都不说一句。你要不要劝劝他？他不说话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我认识了我姐一个朋友，他最近陪着他呢。他没事儿，他在消化呢。那你说，我姐她是不是再也不会三舅那儿了？人长大了，搬出去住是迟早的事儿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倒是她和你舅这心里头的结，什么时候才能解开呀？小马，我不担心，可你舅啊。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呀？我怎么见你老不去呀？你净玩了吧？没有，最近挺好的。公司事儿少，我去的也少，这不正常吗？
茶凉了，我添点热的。这几个点啊，就是目前跟我配合的磁场的具体位置。嗯嗯，你把它放大一点。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好。我是打算选这个地方当做我们的瓷器集运点，一个专门的瓷器集运点，可以在瓷器运输来的时候减少暴力运输造成的损耗，同时还可以把这个点当做是唯一对外的窗口。稍等我一下啊。您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。先生，先生，您不能光靠吃药啊！王医生那边催他们过去，咱们得尽快。你小点声，没事的，我这样挺好。好吧，好吧。哎呀。黑暗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来来，我们继续。你身体还好吗？嗨，我没事的，放心吧。好，这两个位置相互都有关联。好。小满，嗯，你有什么你要不就发泄出来吧，你哭一场也行，你什么话都不说，我心里看着难受。我没事儿。格子，嗯，我这个还得弄一会儿呢，你要是觉得无聊，要不找俊俊去看个电影或者吃点好吃的。我不无聊的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挺好。姑姑愿意把工作室借给我，我总得做点东西出来吧。嗯，我就在那屋，有什么需要就喊我。自己不可以畏惧，当我在这里每一件事情顺心，我该何从又该何去。当我再一次梦到你们身影，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像从前般哭泣，学会控制了情绪，又懂得一个人在这世界里面对狂风骤雨。当经历过憧憬和失意，慢慢发现这里并没有你我的足迹，而另一方天地多熟悉，连空气都想轻轻的手拥抱我身体。我愿意在这里从惊喜把你们的一点一滴揉进这蓝色里，这是你们存在过的痕迹，也是你们留给我的奇峰联盟有六家企业，其中两家已经跟咱们达成合作协议了。
还有两家被刘畅他们撬走了，剩下的两家我也谈过了，他们坚持要跟疾风绑在一起。所以一会儿见的这几个老板啊，一定得好好聊啊。这几家慈禧的老板跟咱们联系过，很有可能能达成合作协议的。吃一口吧。这么多年啊，我这心头上就像压了块石头一样。当年我把你赶出家门，你在外边受了那么多苦，我这个当父亲的不够格啊。师父的死是我的责任，人死不能复生啊。这事情也过了这么多年了，好的坏的都藏在咱们爷们心里。你最清楚，我脾气不好，我也承认，当年你离开的时候，我那话实在是太狠。太重了。不过这些年你在外边转，手艺还是长进了不少。这个东西你不陌生吗？策文锥。策文锥，就这么个东西，跟所有的瓷胎在一个窑炉里浴火重生了。同样的土，同样的火呀，人家出来可能价值连城，而它唯一的作用只有是把握火候，测温度。
再说了，那个叫什么柯岩啊，和小满，人家两个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呢。你说吧，我喜欢小满。柯岩就是个商人，他配不上小满，他配不上小满。我现在就去跟他说。你去啊，你去说。你庆幸吧，小满现在还能叫你一声哥。如果他知道这一切，他还能不能叫出口？到那个时候，你可能更难看。这一段，整个纵向，还有这个地方。尤其是这块还有这块，尽可能保留原有的空间。好，最大限度地保持房屋原有的结构，记住了哈。好的。还有这个河道这两边本身就挺有特点了，原有的古香古色不需要做太大的改动。然后那边也是。那边是放在这儿。另一边呢？小满，那我们回去。那不是柯岩吗？还有河对面。柯总，柯总，柯总，是放在这里吗？啊，大概的方向就是这样。最重要的就是保留原有的风貌。你们先去出图，有问题我们再沟通。好的。小满，发什么呆呢？没什么。累不累？要不我们回去吧。不累。你还有哪儿想去吗？咱们再去逛逛。我没有了。哦，不过赵俊刚才给我发信息，他说他也在附近，一会儿过来找我们。好啊。姐，这一会儿也太快了吧！哎，你稍等了。哎，你们一会儿准备去哪儿？我送你们。我有点累了，想回去了。你们去玩玩吧，再逛逛。你不跟我们一起走？好久没走这么多路了，有点累了。你去吧。那东西放我车上，等晚上结束我给你送回来。行。走了。去吧。别发呆了啊！小心台阶。哦，去吧。哟，别对着风口吹，一冷一热的容易着凉。你还挺贴心的。
还行吧，也不是对谁都这样。我姐怎么样了？好点了吧？刚才遇到柯岩了，嘴上说着没事儿，估计心里挺难过的吧。走吧。嗯。在育瑶待的还习惯吗？嗯，挺好的。工作室那边特别清静，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。哎，尝尝这家的虾，这家虾好吃。你最近还有什么想做的？嗯，我发现我最近挺喜欢拍视频的，每天在工作室就拍拍小满，看着他拉坯，特别赏心悦目，有一种看慢综艺的感觉。所以你喜欢摄影？嗯，爸，等一下啊，我给你打过来。嗨，啊，叔叔好。这位是？这是我女朋友，顿格。啊。什么时候有女朋友我都不知道。我是不是打扰你们吃饭了 ？Sorry， 你们吃你们的。改天有空了的话，叫你女朋友咱们一起吃饭。好，哎，那我把妈一起叫上。好啊，看看时间。行行，那你慢慢吃。这个单待会儿我会一块结。谢谢爸。没事。我什么时候成你女朋友了 ？Sorry， 我是往这面去。现在，你愿意吗？赵俊，你也太儿戏了。哎，鸽子。我不是儿戏，你别生气啊。我今天就是想跟你表白的，真的。我礼物都准备好了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散散心吧。来，不用。来，来，到前面那儿休息会儿吧，喝点水。其实你没必要那么难过。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去我工作室，你尽管提要求，我都可以满足你，随便你折腾。我们也可以一起准备沈工美大师作品，就像小时候那样。
我的意思是我……行了，放心吧，我真的没事儿。小满，我喜欢你，我从小就喜欢你，小满。是那个可以跟你相伴一生的人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哥哥。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呀？我们先忙事业，等四十岁了，我们都没有归宿，在一块过吗？啊？五十怎么可以吧？我开玩笑，我开玩笑呢。怎么没有小时候可爱了？感觉要下大雨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哦，有伞呢，里面，我再待会儿。啊，那你一个人再安静安静。我先回去。小满，不管多少岁，不管以任何身份，我都会支持你。你下山之后，给我发个信息，我走了。你都听到了，那你要去找他吗？不用。那咱俩喝一杯吧。
我从来没想过要毁了他。现在呢？结果就是这样。你知道我看不惯你什么吗？你总是一副自信满满，以为自己能够掌握全局的样子，你太能装了。帮我提醒小满，小心他三婶。我来提醒，是你把他逼到这儿的。是那个可以跟你相伴一生的人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哥哥。你庆幸吧，小满现在还能叫你一声哥。如果他知道这一切，他还能不能叫出口？自己不可以畏惧，当我在这里每一件事情顺心，我该何从又该何去？当我再一次梦到你们身影，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像从前般孤寂，学会控制了情绪，又懂得一个人在这世界里面对狂风骤雨。当经历过憧憬和失意，慢慢发现这里并没有你我的足迹，而另一方天地多熟悉，连空气都想轻轻的手拥抱我身体。我愿意在这里从惊喜，把你们的一点一滴揉进这蓝色里，这是你们存在过的痕迹，也是你们留给我的。轻轻的手拥抱我身体，